来把 AP 扎克，黄总今天玩了两三把了，怎么也没玩呢？把封面换了，不能说你没看到就代表我没玩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而且的话，我们比较全能啊，会玩的英雄很多啊，一天玩了十个以上，这不是多种选择更好吗？你要那么想看的话，可以待会儿看录像复习一下啊。昨天扎克没输够嘛？我最近扎克一把都没输，昨天最后一把翻盘了，很精彩的。你估计没看完就走了。我这两天扎克都是血 C 局，昨天扎克三路崩了，一样 C 起来走输出，走漏确实就没了。不是净服血 C， 这队友三路崩了，他打岔了十波，正常的一波就是他 C 啊，你是来抬杠吧？我就问你，你看不看吧？是不是来找茬的？刷不了那么多了。中路反蹲一下，哎，一丝血，破烂王要来了。我有被动。看看他们做了什么。爹，爹，黄牌盯住 A。哎呀，这一下死了。哎，早知道我不走位扭他了，多吃一下塔的普攻。他怎么 W 距离那么远啊？哎呦，再差一下，我技能出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来下反蹲一下好了。哎，主要中路也是个卡牌伤害太低了，不然他 A 我这么多下，估计他也要死。先抓一轮下路，他应该走了，这样的来个机械飞爪，我有翼子，你勾回来我就一砸他，爪子来一个，他没钩子了，看他塔不塔要反打，树林顶拉回来在一起，可以打这波，救一下 AD。怎么伤害这么低啊？我这屌毛没挂点蓝，挂点蓝他死了。哎呦，这个人他在想什么呀？挂点蓝这波打过了。刚才那个伤害不够。挂点蓝的话，我直接E做他了。原来直接可以杀这个女坦的，他这个点蓝准备给残血用的。战
他来帮他去拉龙了。这样得先补一下等级了。这皮肤确实蛮帅的，卖下血打这个杰斯来，你有虚弱者，给这个杰斯射一炮，他跳上来他就死了，给他 Q 啊，他这波牌结束，他要跳他脸。待会儿他，这不就上当了吗？啊，要示敌以落，知道吧？我就是他身后的那个男人啊。又是忙碌的一天，亦不敢交，来了。来呀，你来呀，大王，来呀！这个屌毛这么想杀我，没照到我。来勾一下，我有意。勾女警是最好，女警没闪的。你再勾个勾吧。他勾子 CD 很久的，等一下，发一组野好了。这机器人我太失望了，你能不能勾啊？呵，再见。卡牌来了，换我奶奶来都中了，真的。把他拉回夹子里面，夹死他，细节吧。把他拉到金克斯的夹子去，差一点距离刚才。镰刀买了。一般这个破坏王打完先锋要去抓中上的。中路三层皮应该抓中，我来。这波卡牌没有闪现，但是有虚弱可以卖一下。包野偷了，完了。丢的真快啊！他要丢先锋，他不会这么轻易的走。攀比。反应还挺快的。虚弱给了，他应该要来中了，别怕别怕，我在的，
啊、他在要刷我野了，很烦。塔下的我才是最强的我。塔牌有大的，可以支援一波下来，飞飞飞。他们破烂王过来了，过来啊！塔牌飞一下，他死了，把他金币拿了。开大呀，崔斯特，崔斯特 ，TF， 崔崔。我等到花儿都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早就可以飞了。这个人意识好一点，不这么贪，给他跑了，这不？这个钱不能给他，我差点钱回家买神话了。下了，他的东西送两波，待会就没用了。我还没到呢，往后拉一点点。别追，别追，别追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嘘，嘘，嘘！这个屌人，我要死了，他要抓我。拦不住啊，战獒这是。等一下他会过来送的，你知道吧？塔下的我才是最强的我，懂不懂，年轻人？一屁股给他压死了，泰山压顶。这破坏王感觉不像本地人，但是也就这样吧，啊，也就是。也就个小钻石吧，这破败王确实不像本地人这个手法啊。人肉炸弹，信号都打烂了，还你打信号？你要不要吃饭？我给你把这个饭塞你嘴里，用嘴巴嚼一下喂你好了，要不要？算了，我先出穿透吧。银焰可以。这信号都这么发了，他还要送，还怪你不给他发信号。哎呦，我去不了了，塔已经没了，感觉。这破网确实不像本地人，来查一下他的战绩。我最喜欢暴打这种外地人了，老是来我们本地局扰乱秩序啊。
这还没看到吗？都给你们标了。有人觉得我开E的时候乱换鼠标是开东西了，我也不懂是为什么，确实我的E太准了，不怪你们。蓝色，哪有人玩扎克E这么准的呢？啊，这就跟你为什么走一直要 A 啊，一直要按键一样，你按一个键就可以用技能了，保持手感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这不就保持手感吗？我这E乱换的像字苗是吧？开始捡起来了。给他拉回来，再一屁股坐死他。动感弹球。这杰斯想来给我一炮。也是炸不到。这还要来？我有被动的兄弟。太恐怖了，恐怖分子这是。谁的大招？我没逞了，我没逞了。再见。雨景，来个E，反向E一下。我刚才惩戒太，我不惩戒他就是要杀我了，懂不懂？感觉可以抓波这个杰斯，这个杰斯有点莽子，这个人，这人是个莽子啊。我开了。盲视野易中，其实扎克的E挺难易中的，一般都是要卡视野，然后队友 有点硬控，比如是个女坦之类的比较好配合一点，是吧？确实有女坦，不过在对面啊。那个大龙吧，我们差一点点贡献度就过恶心了呀，有点小东西可以送一送啊。这荧光棒没送也可以送了，等他过来偷我野，偷不偷？拉过来。哇，中了中了，他中了，竟然他中了，不要让他捡被动。再来个大龙吧。21分钟，他哎跟哎哎
昨天还是前天有一把机器人也是还是锤石21分钟中了，这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哎，是昨天还是前天那个人也是勾空全场，然后21分钟他也是21分钟中了，我忘了是锤石还是机器人，反正是带钩子的。给你好吧，这是昨天的录像。要不然快点结束吧，好像要维护了，早点打完还可以再打一把。团起来，团起来，气氛搞起来！开大跑路了，这要维护了，版本更新啊！要回来了，等他不就完了？别杀我！这些人藏我的身子，这是这个怎么死了，完了，结束不了。什么？微信区也更新吗？这不是一样吗？这个盒子跟爹长得一样，挺正常的。我没点借款，我就说了。感谢昏昏巨兽送的两张办卡，谢谢，这个先过了，感谢。这两张办卡可不一般，这是带着两星的办卡，我愿称之为它两星办卡。感谢这个昏昏。还有五分钟。我们两分钟结束，三分钟再排一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呢？这边在估计在等这个四轮，对。卡牌。皮鞭抽死你。他在前面，他估计在草里面。哎呦，没事，蓝色我有嘎速，蓝色小皮鞭抽死你，蓝色没魔看对面，那我不客气，待会儿直接来帽子了，这样我没惩戒了，说实话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这金克斯不在的。哎，这个扎克的 W 要是打人打野怪跟打人一样痛就好了，一下30%，好像我在想屁吃啊！哎，不过他对于史诗级野怪有限制就好了，对普通野怪没限制就行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合理，可以改一下。有没有在拳头上班的，明天就给我改好好吧，我希望明天就能见到这个改动。
对，是这种大小龙有限制嘛，普通野怪就没限制，这样 AP 扎克打野就很合理，这个很合理了。再见。哎，两分钟结束了，还有两分钟可以排。迪克，好了。啊？吓死我了！这塔下被被动打出来就没了。哎呦，感觉结束不了这样的，谬了，谬了，嗯。我从来不蹭过早餐。来，龙魂团，龙魂团。他们在等龙魂，你们不要吗？人呢 ？Brother， 集合呀！这装备打多少伤害？打了3000了。这主要伤害没那么高，但是它有加速，你就可以开着二追着对面走。马上12点了。你们的客户端还能排吗？12点了，如果12点还能排的话，就不着急啊。来个大龙，一点维护，12点就会关闭排位入口了，它会提前1小时啊。来来，赶紧大龙搞了一波结束。已经12了吗？你们客户端能开不？抱抱过来打龙啊！麦克的刷来刷来抹地，该输了，一爆了，没事啊，OK， 进不去啊！他好像12点前没进去，他就不让你打。我还想给你们再打一把，另外一个号在排着呢。怎么样？这抱抱伤害比我高，我都接受不了，排不了了，兄弟们。他已经红色感叹号，那我们看一下版本更新吧，好吧。他只有自选模式，其他都没有了。我们看一下版本更新了。左右左提交，来波版本娱乐啊，先做一波小功课。单机就不打，我们本来就不到12点就下了啊。我们来一个版本娱乐。感谢雅琴的办卡。
我们看一波版本娱乐好了。没点光的记得可以点一下啊，这我排位已经打不了了。哎，明天皎月可以玩啊，先来娱乐一下。这皎月回调了，被动加成多了 0.1， 伤害多了 50% 啊。而且皎月能打野的话，还有一个英雄也能打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考验是不是老观众的时候来了啊？还有一个是专门我拿来开发出来拿来克皎月的，这个船长加强了，确实该加强了。这个星虫又削了，等于回调，自然之力加强了，直接伤害减免 25%。 对，这个打 AP 神器啊！我就说有时候为什么打不动出自然之力的英雄呢？控制还可以叠两层，盾攻要削了，智慧莫论要削了，对，就是铁男。这传送也要改了，传送现在的话在那个14分钟以前的话好像我看一下它有限制，好像不能传别的 地方去了还是怎么的。一旦防御塔镀层在14分钟脱落，就会变成解分传送。我看一下，我之前有在别的地方有看到过，只能用在有哦，只能传防御塔，小兵那些传不了，然后14分钟之后才能传啊。这样的话你的限制就比较大，基本上来补线的。这样的话这感觉中上更适合带点蓝打架了啊，就不需要传送了，反正也不能支援队友，当然路人局也没人来支援队友啊，分段高一点的局可能。其实这个改动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影响不大啊，基本上的人都是拿来补线的，对线结束之后再来支援，那个时候的话就可以传小兵之类的。然后新赛季我记得好像还有新英雄之类的，更新的话14天减衰胜点，每天减75。哦，钻一变钻二了，之前只会掉到钻一，现在会掉到钻二去了，这是高分段的。对，我以前有个号王者800点没打，然后掉钻一去了，打了两天又打回去了，打到900多分，只是当前段位掉了，实际隐藏分并没有怎么掉的。奖杯队友标，哇，修复好多 bug 啊，确实该修复了。其他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改动啊，不是要说出一个新英雄吧？哎，没什么改动啊，这样子。那就明天的重头戏就是皎月能打野嘛，然后皎月打野的话，如果看对面选，我们在选一手铁呢，就可以多玩两个英雄了。然后其他的削的都是小改动嘛，影响不大，明天版本影响不大。这个 TP 的话影响线上，对打野玩家没什么影响。好吧，大家晚安了，明天早点来啊。好吧，明天早点来。